狗狗能吃哈密瓜吗？张立远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骨科专科医生。狗狗是可以吃哈密瓜的，但是狗狗不宜多吃哈密瓜，因为哈密瓜的含糖量较高，会引起狗狗脱毛。虽然哈密瓜可以给狗狗补充大量的维生素和水分，但是也有可能导致狗狗消化不良，所以哈密瓜不能多给狗狗吃，多吃会拉肚子，每次30克左右即可。要特别注意，不能给狗狗喂的食物也有很多，例如洋葱，洋葱有溶血的作用，可导致贫血，葱也如此。巧克力，巧克力可导致心脏病发作、昏迷和死亡。咖啡豆、茶和代茶，含可可和咖啡因的饮料食品对狗狗和巧克力一样致命。葡萄和葡萄干，葡萄和葡萄干可以导致狗狗肾衰竭，有时仅仅一个葡萄干就可以害死一条狗狗。骨头，会碎裂的骨头，比如鸡骨，也会导致刺入狗狗的喉咙或割伤狗狗的消化道。如果要喂骨头，应该用压力锅煮烂。骨髓是极佳的钙磷酮的来源，啃大骨头有助于清洁牙垢。